恭喜，大家啊，赞。今日我要来介绍乾坤管理。乾坤管理伫这个管理学院，还是管理研究所，是第七位的课程。因为咱个同学拢来自无同款个专业，所以有个可能真了解，啊，有个可能无讲真清楚。因为这个乾坤管理啊，会使对所有个公司，啊，是团体机关。啊！甲行政单位，我认为以后大家可能拢用得着。啊，咱要做啥物代志？如假使有这个观念，可能咱做的会做公共事务啊，吼，可能能先咧做几钱咧？啊，换任务啊，换会达成啊。咱现在看到一般的公务人员啊，可能拢无这个思想。虽然因有去受到这个课程的学习，但是啦，都无提来伫这个公共事务这个机关啊，伊咧做公共做这个政府的代志啊，拢无提来应用，因为。伊敢若想啥物？伊敢若想讲，是毋是面顶有啥物交代？敢若要配合面顶的交代，来做这个发包也好，来做这个实施的政策的开支也好，拢无去考虑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拄啊为因为之前有这个学习啦，有这个专长啦，所以甲大家来探讨，会跟大家来学习。那所以我今日啦，甲这个议题啦，实际上啦，一般拢是伫这个管理学院也好，管理研究所也好，合作爱开。三点钟的学分吼，差不多要开15周啦，吼所以讲，我甲较重要的、较简单的，互大家来了解，来大家来探讨。我有甲分做五个，迄个叫做部分啊，来讲安尼吼。我第一部分就是讲，咱爱入认识乾坤管理，那么再来了解讲安怎来管理乾坤，吼，这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啊，我就是要来互大家了解讲乾坤管理的重要性，啥物？我看我头拄啊讲迄句。前面即讲的即句句话啦吼，就是会了解讲乾坤管理实在是足重要。过来就是讲，咱大家爱了解讲乾坤管理的观念，吼第四个部分啊，有的时阵吼，大家却袂记哩讲个多乾坤管这个经常被忽略的乾坤管理，这也是要问的。咱民进党政府来主持这个核四评鉴啊，吼，这个问题啊，这里就是有这个观念的存在，大家所忽略的这个问题啦，吼。再来讲乾坤好个个分析，我分到这个这个五个部分跟大家来学习。
对吧？咱即马要来看讲，前本大家拢知，一般大家拢会知讲，啊，咱做生意也好，啊，迄、那个行政事务的规章也好，拢啊一定有成本的嘛。那有成本的话啦，啊，咱就爱讲知影讲啊，要考虑到啥物啊因素，因为。什么支出拢爱钱啊？好像咱今日办这个活动，如果那无啊钱，咱发到去推展咱的做啊的业务。所以，大行都是爱用到啊钱啦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成本啊，的观念啊，甲支出啊，拢是同款的。啊，因为靠因咧调整的较。较无好势是啊，我看无到，你先看图，会使无？啊，不，无，无，安尼，咱照顺序啦吼，因为在迄个拄啊建议的问题吼，歹势。咱照顺序吼，来，啊，发电，即卖要讲，即就是咱讲支出啦，应该讲是成本啦。支出就是成本。那么啊，成本就是支出，啊，因为啊，支出里面有分两种，哦，一个是啊资本化的成本，一个啊不是资本化的成本。那么这个成本里面啊，有个讲啊，无啊用过啊，要未用完的啊成本，甲已经啊用了的啊成本。那么要未用了的，就是啥？就是资产，就是财产。好、哦，那么啊，如果啊那是用完的啊，就是安怎？因为有相对的修理来产生就是费用，如果那无相对的修理产生啊，就损失。因为成本里面啊，要做出来来讲啊，有的是看到费用，但是如啊，那无讲相对的修理嘛，就是损失。咱足简单的，花博。伊要办一个活动，一定成本来预算偌济，变出来偌济，但咱甲看，这是啊成本。啊，伊开落了后，有诶啥子啊？无相对诶收入，效果，无即个效果，拢是损失。啊，那有效果啊，咱来讲。那员工真是咱个要做啥政策个推展？啊，伊呢，即个成本啊来比较来讲，是毋是爱开较济？所以讲，即个问题啊，大家去探讨吼。啊，这是即个时阵开个啦。啊，有个时间嘛，如果的话，即、這个假设说，即、這个是预算。是本地的预算，啊，那有话讲啊，那要企业就是讲啊，这是今年的，啊，伊的资产啊，佫留落来，啊，留来明年，啊，这个一般咱公共事务啊，拢是今年就佮开完啦，无佫留落来，啊那，今仔讲咱做是企业的话，拢是。不过老了就是资产嘛，啊资产里面啊伊又搁啊，搁留到第二年来用，若是这个方式，若是这个情形，拢是安尼的循环啦。若是咱的伊过程啊，那么安尼是啊，咱只要来讲完成，咱有建议啊，讲花博，啊那会起的较侪钱，哦。
我们听听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东孙子。所以，东好会花钱，就是怎么样？他就是把咱国家的资产开落去，大家以后将将来较好管理。我的想法是，所以讲，这个情形啊，咱若惊讲有机会，咱大家要执政的时候，执政的时候，爱要去考虑到这个，这是足大大的考虑的。有诶讲贪污啊，讲较无啥问题啊。事实上，咱未使贪污啦，但是有诶讲政策的错误啊。这句咱也是爱去去考虑着着。所以讲，这个政策的推进啊，一定爱去思考成本这个问题。啊，甲这个讲后摆咱是不是爱来管理这个成本？我怕这咱就吼甲过来。现在来讲，管理成本的重要性吼，咱台湾一定是先天上一定有什么限制嘛，那么咱都爱有迄个天然的资源甲财富的能力，这个国家的限制。实际上，世界资源比咱较歹的。土地比咱较少，咱最少，咱会去看到，或是迄个较细的所在，荷兰啊，类似这些吼，咱要开始考虑讲，无，咱虽然讲土地无大，迄个要做资源。咱也还算还好嘛，所以讲，咱这就是来先不管理啊，爱咱爱了解就是讲先天上的限制。啊，加讲咱的目标是啥物？咱的目标就是那企业是要迄个做啥？企业迄个价值极大化，就是利润啊极大化。那咱就是。主要讲，咱的目标是啥？目标是建国，这是咱的指导目标。这个决策的执行的过程啊，咱爱有这个使命啊。这就是啥物？这个做这个管理的策略啊，有这个权利，然后这个义务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讲，爱应用咱无有限的叫做这个资产来一个上大的目的。咱现在咱建国这方面，咱现在无钱啊，无钱咩嘛？就是讲咱现有的。的钱来做最大的这个就是，这个是讲，那个就是这样，创造就是有限的资源来创造极大的价值。我来跟建国成功这个是我还不回来。那么，当然。这个策略啦，就是讲决策啦，就是讲要达会得到一个目的，采取无一个行动。
啊，甲规划啦，啊，规划哦是足重要，哦，啊，咱啊，大家有好好啊，啊，来执行这个来做，啊，所以讲各种方面啊，大家都会团结，迅速安排啦，这边啊，这里也都保证啦进度很用，所以年轻的期盼希望，那么更健康的地方。啊，过来就准备啊，主办的准备。那，即摆过来看，大家来讲，啊，咱相关的诶工作啦，必须啊来执行这个结果诶主持，因为即摆这个咱国家只就是讲。咱啊，当大事有当报告，迄个资讯就是单上。实际上，资讯啊也印证当作是这个单上。啊，咱而且就是讲，咱要来这个，而且咧啊，成本管理上啊，咱也是讲，这个控制这个。制度啊，刚才诶，咱所讲诶，就是这个情形啦。慢慢啊，加管理加会计诶方面啊，都要去建立这个正面责任中心制。咱各机关啊，如果有定一个目标，讲咱来创这个正面啊。责任上中心制，咱卖讲利润，一般企业讲啊，利润中心啦。啊，咱啊，其他各单位啊，拢有这个责任啊，这个中心制度的话吼，啊来指派这个主管的责任。我嘛，等后摆推展一定是，大家何志明感觉讲，咱这个。较无共款，一切无共款，因为这大家咱等下再安尼来啊去思考的问题。那么除了这些，咱若假讲，互倒一个人有啥物款节，啊，若是爱定期来执行伊的结果，甲伊的做啥绩效的报告。啊，所以有诶讲，公务人员有诶那爱认计认体制吼，那爱认。拢是是这个问题，啊，那是爱有诶个利益回避的这个问题，啊，甲关系人这个问题，这拢是在排除啊，这个啊利益输送啊，等于讲啊，就是啊，比咱那个其他人地位来讲，因为可能唔捌接近过啊。这也是可能讲，唔单阮以前我就是安尼啊，啊那里有啥物限制伫咧，啊所以今日会有这个情形。啊，那个，这就是讲，咱必先爱安尼下去要做执行啊，去代表咱来做这个代。那是爱做啥物？这个考核嘛，奖惩嘛。哦，啊，这如果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啊，啊，如何来提高这个叫做啥效率？啊，这拢是爱做一个啊，成功回馈这个，哦，啊，无咱就咱即摆用一个来普及到一个东西吼，是管理控制的系统方面啊，是当时来哦做一个即啊，引进一个啊发展啊，这个是为了降低大家的吼。啊，管啊，咱管理会计的方面啊，就是并且有关的资讯，我讲过了。哦，咱这个资讯在上，啊，咱啊，同意在咱讲讲，
那么这就是讲，直接成本就是讲材料成本啦。
但这成本就是讲啊，费用啦、订单啦，这就是啊。但是这个订单有个分哦，有个分，咱确定下个讲着吼。啊，所以讲咱来讲，就是成本啊，依照规则啦，诶，成本诶，做标记啊，也有有这个啥，这个难度啦，我有这个，因为划分的时候。不是直接甲干接，啊！如果这就是直接，就是变动成本啦。啊，干接啊，干接啊，就是固定成本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划分。啊，咱这个所谓啊，这个成本标的，就是啊，成本一合的单位啦，啊，就是最终的一个啊归属啦。那有当时啊，成本。就是来讲，啊，咱一年成本偌济，迄就是讲，即、這个，即个啥，但迄个规模吼，咱企业的规模大小，我有关系。有的人讲，哎、欸，啊，做企业，大家拢在赚钱，啊，有的做做的奈怎做去？大家要经营企业，大家拢也要赚钱啊，啊，奈做去？上头伊在经营的是，伊讲我做这行的上内行啊，啊奈做到倒去，即有诶着成本的观念嘛，啊，无啊无这个观念嘛，啊所以讲迄个啊可能会赚钱啦，哦，啊咱啊所讲的就是迄个直接成本啦，啊就是讲，那么迄个明确可以某一项啊辨认某一项啊那个成本较低的成本。啊，咱个比较的，那咱大家会使啊去思考啊，这个问题，因为直接成本啊，咱爱，咱讲较简单来讲，咱大家来遮是有分，咱伫遮住，伫遮食，啊，伫遮租。开销的，咱所看到的，员工都是直接成本。咱无看到的，啥物？遐个，咱遐个做啊，其他干呐服务的遮个，服务的遮个，咱也爱开销，咱讲会煮饭的爱开销啊，遮个干咱传咱的生活，干咱服务的，遮哪爱开销啊？遮个就是。干接啊，成本。啊，咱即马这个问题，大家足重要。固定成本甲变动成本啊，大家有这个观念啊。我嘛后摆啊做啥物代志啊，拢会较去思考到啊这个问题。那咱的啊，啥物即摆来先介绍讲，啥物是叫做啥变动成本？变动成本就是讲，变动成本啊，咱讲。咱即卖要介绍讲变动成本吼，啊，变动成本就是随即个叫做成本的变动啊增加，哦，这个就是讲，啊，这个就是安那，成本也增加啦，当一个单位爱开偌侪钱，一个单位爱开偌侪，这就是讲咱这个叫做变动成本啦，吼。啊，固定的咧，啊，固定就是讲，啊，咱讲讲计程车，载一个，若是安尼，载两个，也是安尼，所以讲，
伊这个电动车反正造出来，伊若伊无算讲载一个人载两个人，啊，但是我捌第二时间去韩国讲，会使安怎，半路会使阁加载一个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因就是讲要增加因的收入啦，啊，这咱可能我会了解到，这甲固定成本、变动成本嘛有相当的关系吼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要来讲，这个成，即摆所谓成本的动因啦，就是讲影响某一个成本啊，诶，标的的总成本的迄个因素啦。啊，咱即摆过了，过来啊，了解，这就是讲，因为电动成本啊，它是。生产的物件出来的钱，拢是迄个单位啦。哦，啊，你若固定成本啊，甲这个固定成本啊，甲这个总数量啊，啊有关系，甲这个生产这个规模也有关系。哦，咱即摆讲，咱即摆会使会设备会使开咧偌济人，咱若甲开好我。咱个大家开销个叫啥？成本来讲，会过去减少。但是这个减少无讲是啊，照数量个比例减少，因为内底成本阁有含有这个换电动个成本。哦，啊，即个就是讲，咱先了解讲啊，这个电动成本甲固定成本个观念。因为电动成本甲啊甲固定成本内底啊，都有这个叫做啥？换电动的成本啊，换电动的成本啊，咱大部分有诶，我会了解啦。咱甲讲用电，讲基本一户诶电表一个设一个电表，基本费用爱是偌济？啊，你再用一度搁。用偌济，啊，这就是咱讲属于啊变动啊换变动成本，哦，啊，咱爱了解讲，拢是爱按照这个成本的做啥，啊，咱的啊成本的动因的时间来划分为啊这个变动成本甲固定成本。那也是按这个做啊，成本的标的的关系啊，来分为直接成本甲间接成本。那么这些啦，拢会去啊，影响到咱的决策，因为一个决策落去，拢爱去思考讲，这个成本它属于是固定的，属于变动的，还是有个。牵涉到这个换电动这个成本，那么这就是讲，咱啊，无一定啊，啊，有啥物啊，这个关系的存在啦，但是有时候啦，不可以啊困扰啦，这就是讲，咱爱事先要做一个活动吼，啊是做一个迄个决策吼，啊是做一个计划，啊对实施的话，拢会使甲列出来。咱可能我会知影讲，咱若去办一个旅游，咱几个的人较拄啊好，吼、哦，啊，着游览车30个，你若去招35个，我咱着爱去增加一台游览车、游览车，安尼会好省钱，安尼会开销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讲，这着爱讲，搁一个变策，就是讲。诶，啊，无咱来分两台啊，小巴士会使就使，哦，这就是伫规划上啊，就爱去考虑着这个啊因素。哦，啊，这是简单的一个图啊，给大家啊参考吼，咱这个这啊，咱就是。啊，可以，即摆来讲，这个是啊，
中间有成分啊，是啊，咱安尼下这个图，啊，这个是成分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数量，哦，咱即马这个去帮助这个，哦，咱的诶，这点就是讲，咱生产的数量较加，这个是应该讲是变动成本是成正比的啦。哦，咱若生产一个单位，啊，伊个成本较少，生产一个单位起来，啊，即嘛啊，伊个啊成本较侪个所在，哦，正比。啊，固定成本啊，这个，但是单位个变动成本啊，每单位个变动成本拢是从咱开始属于咱个固定成本板块，固定即是单位固定。你生产一个单位，个啊，遮侪啊变动成本，本身一个单位也是爱增加，啊，这就是无变动，伊这个变动成本啊。咱单位变动成本是无变动的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在做这个做决策的时啊啊参考。咱这会使看到讲。你生产偌济数量，拢是安尼。所以讲，有诶咧啊做贸易啊，我给你有阵时啊咧订单，那会讲爱最低订购量偌济。吼、哦，最低订购量爱偌济，就是讲落一日，你敢落一日订单，你上少爱加来讲印刷厂来讲，讲你加啊咧印刷，订啊我算算诶，你最少。你的订购量，哦，你甲一定爱印一连串，哦，咱用一连串来算。啊，有诶讲毋是哦，你爱甲算，我一连串，我可能三点钟就好啊，我爱搁换班，爱搁迄个我开销较侪，我一定一天诶生产量。哦，咱做塑胶有诶讲，我无法夹起哩，我甲你写，最少爱写一天。啊，一天诶生产量偌济？我讲一天。啊，一天的生产量讲啊五万 piece， 啊，你就爱甲订五万 piece， 我算算我食就好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甲这拢有关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就是简单的图，就是讲这个叫做啊，总的固定成本是安尼，啊，若是。单位的固定成本啊，啊，单位啊，这个单位的固定成本啊，啊，咱是啊，这个现象啊，可能我大家啊做参考吼，啊，我看咱啊，即摆要来讲啊，变动成本加成本啊，动因有关系吼。我变动成本就是讲，啊，所以我变动，你在这个生产规模的范围里面啊，伊是固定的。你若阁超过这个数量，讲会使安尼讲，咱一台机器啊，咱一台机器，那一天有通做五件。伊即摆甲要甲你一天叫我交六件互伊，啊，我毋着爱讲你传一部机器来做，啊，我若无传一部，搁加一台机器来做，啊，我交袂赴啊。那安尼是着类似啊，这个现象啦，吼、哦。那讲诶，我着、就是，即个着是安尼，啊，你若是。这就是讲，我一台机器是做这个数量，啊，你即摆要搁加买搁超过这个数量，啊，我即摆天就爱变安尼，搁加一台机器。所以，你有诶讲，同行啊，有时候有当时啊爱合作，是啥物原因？就是这个原因啦、啊。哦，我接到大订单。我的工厂都无法度好交，啊！你这个订单一定要接落来，啊！你若甲同行的无好，啊！你甲包死的，啊！是啊，包死的，
你做未富高人嘛，一定后摆你的信用越破产。所以讲，有诶，就是做生意，就是讲，甲同行诶，诶关系也袂歹。讲阿爸接到病，我来甲伊讲，我谈一台地皮尔，做五件，啊，即卖要甲买六件，啊，我甲同行讲，啊，一件互你斗三工诶，好唔好？啊，我接诶单，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接五块，我啊，我我五块互你做，伊若欢喜啊！啊，等下，交会交期，啊，信用上，啊，搁会去，互人肯定啊。啊，后摆生意愈做会愈大，啊，这个观念，所以讲，这个啊，变动成本甲啊，固定成本甲半变动成本啊，实在上，大家经营什么企业啊，大家都爱去知影这个问题。哦，这就是经济，咱生活中吼，经济吼，这个问题最近问啦，哦，啊，他这个刚刚讲就是啊，学生囡仔，我有当听啦，学生囡仔讲的，讲，你，咱就讲交学费，讲算学分的去收，有诶，但一工开无咧算学分啦。一工开，我甲学生囡仔讲，你读一工开，你拢抄诶暗时去收，你收较济咧吼。啊，你若是通宵吼，拢到暗时收吼，你拢免阁交费用。这就是还是啊，这个有啥？哦，咱这个经验吼，主要大家较常上的就是讲啊，这个超收这个时间吼，大概啊，这就是我可能做参考吼。啊，这个单位成本也是同款吼，这种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咱我即摆有关吼，有关无关的成本话足重要。因为咱要做一个决策啊，爱考虑到讲啊，这个有关的成本。啊，如果闹这个做啥无关的成本吼，那就是啊，有时候在决策上咱就啊，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。啊，可免的成本、可以免的成本啊，不可免的成本，这也是爱了解吼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大家要，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沉没成本哦。啊，沉没成本啊，就是啊，林振东刚较早啊，他都有讲过吼，林振东的这件事啊，后尾啊会何事？哦，到尾啊，搁停起来，搁损失偌济？到尾啊，搁。全部实施过来，这就是无去考虑到讲啊，这个问题啦。哦，你那底下讲要搁开始，你就哦啊，以前的成本就袂使搁算个，这啊过去啊发生的这哦啊，但是这个啊做决策的时啦，有时候这个沉没成本啊拢袂使搁算个，搁为遐开始。就爱个基础嘛，对，哦，这个话，哦，爱有大家爱有这个观念，哦，啊，这个机会成本，这个啊，大家爱啊，爱知影这个吼，我，啊，即马大家有时候咱的忽略的成本吼，就是因为。是这拢是这啦吼，咱不给，但是这事实上话是大家爱了解啊，就点了解啊，上尾啊吼，就是要互大家了解讲啊，成本甲效益的分析啦吼，啊，成本甲效益的分析吼，咱
主要一个企业吼，这是上简单的叫做损益啊两平啦吼，损益两平分析啦吼，大家拢知影。那要画图画出来啊，用固定成本，用固定成本加迄个。啊，甲啊，就是讲用固定成本先啊画出来，甲画一个变动成本，啊，甲这个销售线相交的这一点，就是有赚钱无赚钱，就是损益等于零啦，就是损益啊损益两平的分析啦，吼、哦、啊无赚啊无赚钱啊无了钱啦。啊，这个损益啊，两平啊，咱也会使规划规划讲，咱要赚偌济钱，吼、哦，咱会使用一个例吼来讲吼，我让大家啊做一个思考啊。那讲咱若要开一间红茶店就好了，咱租金的成本那2000块，人工的成本那3000块，那、啊、还有。杂项支出的成本啊，1000块，一杯啊的变动成本，做家的变动成本5块，啊，安尼是咱一杯卖15块，咱一天的成本是加起来拢总，咱是6000块，啊，咱要做几杯，这个店。会经营落去，咱算算下就讲，安尼咱都爱卖啊100杯，才有法度经营落去。啊，咱若听讲，咱若诶目标讲，诶，咱咧做生意哪会赚钱？啊，咱那边一天要赚偌济？咱讲一天要赚4000块，啊，若赚4000块的话，就爱卖啊1000杯。哦，啊，你若无卖1000杯，咱的目标无达成，所以讲会使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啦。啊，1000杯多，啊，一天爱做15块的生意，哦，就是讲租金，哦，那是迄个2000，人工的成本啊3000，啊，迄个杂项开支啊1000。啊，一杯咱做起来变2000本，也是5块。那安尼，咱一杯啊卖15块，安尼咱拄啊，这个用损益两平来算起来，拄啊爱卖100杯。好、哦，啊100杯拄啊一天爱做9000块，无赚钱啦，拄啊也无了钱啦。好、哦，这个啊。例子吼，啊啊，大家啊，因新冠的关系上吼，我做一个啊建言吼，啊，加一个啊结语吼，啊，上尾啊就是讲，成本管理啊，就是在想做好事情，做好事情，啊，加在想，除了做好事情啊。啊，就是最后要做对了啊事情，哦，做对了事情，啊，做好事情啊，这东西太多了。哦，那边做后啊，我们要做好事情，就是太多。哦，做对了事情一定要有心。哦，如果那是有这个那边作为态度。那这个就是讲咩啊？其实执行的效率啊，有心啊，就是要来其实结果是美好的。安、啊、尼就是讲成本管理，最终就是讲效率啊，较美好。哦，最后就是啊，这个结果，咱也有这个观念啊，就是咱要啊做好啊事情。啊，他做对事情，啊，感谢各位，啊，请啊，李大哥。
感谢张教授把咱讲啊遮认真，张阿弟。我本来我本身是财经的，在财政学，会使讲我用心入深的。我对成本效益分析是，伫美国是收过两届6分，哦，所以我足，你各位知影我一直希望伊讲完，我甲会讲啊完，哦，所以给5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伊讲遮物件对我来讲足有用的，对啦，对大家来讲一定嘛足有用，不管你是要做生意，还是讲将来哦，咱做一个公务员，哦，做一个。咱民政府的官员的时候，一定爱了解一下，咱才有法度控制成本，把代志做好，可以民众满意安尼。好，咱大家感谢你，吼、哦。谢谢